各位熊熊粉丝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要教大家做的造型是红袜达人系列一条气球做造型的镭射枪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喽。好，那 Lolo 呢，穿一条蓝色的气球，尾端大概是留50手指10公分左右。那我们开始喽。好，来，去大概是50手指宽，然后做一个单号结，有看到吗？再做一个4公分两只手指宽的熊耳结，到这边，到这边可以吗？好了，来，我们再做一个，做两个，是两个环抱结。先做第一个环抱结，大概是5只手指宽哈，大概是5只手指宽。来，一个环抱结，一个，再做一个1公分的单泡，有看到吗？再做一个跟前面一样的环抱结，一样大的哦。我们这样大概比一下就好了。好的，像这样子，缩写像这样子哦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拿。我们尾端这边有没有穿到两个环泡结里面去？像这个样子，调整一下。好，像这个样子哦，我们快完成了。我们前面的来，先做，哎呦，我惊死了！来，先折出一个单泡，有没有？有看到吗？然后来，我们把单泡挤到前面来。等我喊练啊，挤不上去。好好好，好了，我们要完成了。好的，好，调整一下。噔噔，我们的镭射枪一条气球做造型就完成了哦。那各位同学，我们也你们也回去试试看喽。拜拜。